高手兄，野兔 boss 血枪手，有没有兴趣？有啊。那规矩照旧。高手兄，您来了。我们都准备好，待会儿咱们一起上。我们蓝西哥都听你指挥，出了所有的稀有材料，都归你。哎，老蓝，你这不厚道啊！又请外援。野兔 boss 不就是谁有能力谁抢吗？我有能力找外援，我怎么不厚道了？没错，各凭本事请 boss。 高手兄，你怎么跟别人组队了你？老蓝，又被耍了呀？起来顺便啊！你们懂什么呀？这是策略，这找了一个高手来组野队，这波操作六六六啊！10点钟。 高boss正脸爆杀，对阵野兵，放快招和碰对手，我建议你用后一招。攻击别停，准于6点钟站位，上板砖。别扔，直接拍后脑勺，伤害加倍。出拳。好了。 放缓攻击，我们得空一空节奏。为什么呀？等等于嗡们。我去，操作配合默契准确。这小白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刚才不会是装的吧？哎，老蓝，你倒说句话呀！ 这什么策略啊？看不懂啊！会长，军魔校大姐什么意思？老子眼看要被杀了。军魔校他们降低了输出，他们要撑不住了。这时候不上什么时候上？你们这些怂包，不就硬碰硬吗？这把谁啊？把头子给我上！中草团以上，跟在霸图后面。会长，不管了，上！知道了。 全力输出，好嘞！勾拳，好的，1点钟方向，巨石背后，不稳了。军魔小和豹子遁走了，看来他们已经到了攻击迹象了。你们上怎么了吧？谁冲锋谁送葬？没错，没错，说的对。 想跑！豹子走了！小心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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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一回之长，在野兔里躺了。去莫笑这个坏蛋！去莫笑，以后别让我在荣耀里遇见你。那万一遇到咋办？废话，当然得招揽了。开始我们的输出表演。
喜君莫。